上个星期四，美丽岛事件的30周年刚过，这个台湾民主政治发展史上重要的分水岭，间接促成了日后台湾的解严，还有党禁、报禁的开放。当年参与美丽岛事件的有一些人，本来就是反对运动阵营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，不过也有很多人只是关心台湾民主发展的市井小民。就像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美丽岛人物戴政耀，30年前。戴政耀只是一个农民，因为不满国民党的高压统治，每天晚上跑到美丽岛杂志社的高雄服务处当义工，帮忙扫地、卖杂志或者开宣传车，结果呢，却因此成为美丽岛的政治犯。后来民进党执政，他当上了农委会的副主委，去年政党再度轮替，他的际遇如何呢？一起来看看记者李琼月、周明文的报道。30年前的戴政耀是美丽岛杂志社的义工，他参与了台湾民主政治发展史上那个重要的夜晚，并且付出了牢狱的代价。哦，这较早就是迄个美丽岛，迄个群众，大概拢伫遐游行啊，伫遮聚集地点呐、啊，哦。以前吼，啊，这个，哦。你剪完家拢白衣啊！美丽岛事件之后，戴政耀成立了农民教室，被警察当成流寇。你那搞还不起下，啊，起码那公关的警察局长哦，很不屑啦。那什么搞还不起下，这简直就是流寇。美丽岛30年，他早已卸下农委会副主委的职务，回归家园，耕耘土地。清晨6点，戴政耀在番茄园里开始一天的工作。起码才先捞两车啦，英娘。这里是高雄县的内门乡，今年3月，戴政耀来这里种丝瓜，结果碰上88风灾，损失不小。现在他改种番茄，一大早村里的人跑来跟他交换心得。这菜也照发的嘞。啊，在迄落啊呢，在小花开花啊呢。啊，迄个，哈，诶，无叫伊落来看，盖花一边，迄这呢，这严重呢。吼，这症状哦，背面迄落吼。是金星斑点。我等下上班，我较迄。这是金星斑点。这吼。嗯，伊是讲啦，金星斑点是次要疾病啦。哇。第一次种什么都要从头学起来。嘿啊，每项都要学啊。种番茄要从头学起，碰到病害要向医生想办法解决。你大家都爱含这个，干嘛要对话？伊未讲话，但是伊未爱嘛，吼，啊，你爱顺的，目睭看咧看咧。哦，啊，想爱着足健康嘛，嘿，嘿，你大家都爱去含迄落对话，甲看啊，看伊是有健康无啊？嗯，变成你本身做农夫嘛，变爱做迄个植物的医生共款啊。戴政耀可能是历任农委会的政务官当中最名副其实的一位，还有谁像他一样，一卸下公职就回乡种田呢？农夫这个身份对他完全没有适应上的问题。1980年，戴政耀因为美丽岛案入狱，在牢里受到的刑求折磨他都能忍受，唯独令他不能忍受的是听到林宅血案的消息。伊用遐因老母，哦，用暗杀，家己相信阿囝用暗杀。哦，迄个消息传入伫监狱内底吼，哇！虽听到尔吼，迄真正用死来形容，讲迄款情不自禁、悲从中来安尼啦，哦，足自然的，哇，真正迄阵冻袂住，马上就离了。那嘛，你等你，你讲你当初你嘛是你在倒政治犯，你会担心讲恁的周围甲林义雄同款？迄阵我是安尼啦，人。
讲啊，讲已经都啊都豁出去啊，不在意啊，拄着嘛无办法啦。哦，这是迄个立川街嘛，立川街嘛，啊，迄阵吼，我带三轮车煞来遮吼，因为来遮安早，啊，发生过山事件就是遮，哦，啊，立川街遮安早的啦。这天下午，戴正耀带我们来到美丽岛事件发生的前一天，鼓山事件的事发地点。啊，我伫顶面，我伫宣传车顶哦，我讲，哎，国建啊，开始在抓人啊，哦，要国建他去反逃，都等下搞我支援嘛。那是30年前的历史了。戴正耀和三名同伴，包括现任的高雄县长杨秋兴，还有姚国建等。四个人分坐两辆宣传车，沿街广播隔天要举行的世界人权日活动，却被抓到鼓山分局殴打。鼓山事件到了第二天，演变成对台湾民主政治发展影响重大的美丽岛事件。一转眼30年，比起美丽岛10周年、20周年，这个日子不再那么受到瞩目。美丽岛杂志社是第几岛啦？哦，这新干线呢，就是新干线呢，较早就是伫这架车演讲啦，哦，这个照片啊，这个相片，这个照片啊，哦，这个就是这个位置啦。美丽岛事件发生那一年，戴正耀只有32岁，每天跑来杂志社当义工。我今仔来这是30年来第一天起来啊。啊，发生迄个倒事件，到即马拄啊30年啊，吼，我都今仔第一天起来。这杂志发行几十万本的呢，哦，你看迄阵吼，大家伫对这党外的运动，迄个支持度，按迄杂志的发行来看出迄阵的支持度。姚嘉文因着入来新兴分局遐迄落谈判，哦，含新兴局内底的分局长啊，南京部司令，拢是遐谈判嘛。你甲看吼，这块吼，你看群众偌济，吼，这安尼你甲看，几啊万人的群众，吼，几啊万人的群众吼，拢聚集伫遮。爱顺车吼，还袂做这之前有天桥啦，啊，有迄天桥拢徛甲满满。1979年的12月10号晚上8点，政报部队封锁了整个圆环，10点继续往美丽岛杂志社前进。一阵混乱之中，军警释放了催泪瓦斯。哦，足恐怖呢！迄盾牌吼，哇，安尼砰砰砰安尼吼，足恐怖的啦。啊，但是吼，迄人民哦，哦，抵抗的声音嘛真大，所以就拢也会被迄政报部队对抗啊。如今美丽岛事件的历史现场变成了高雄捷运站的美丽岛站，美丽岛30周年的世界人权影像展就在美丽岛站跟美丽岛杂志社展出。好，来进来，不要紧，我就爱随关起来，因为这惊也要照进来。手指在这边哈，把它一压。哦，啊，就足水啊！你看，哎，火咪都无落去啦，火都袂使个。因为迄姿势重要是，伊阿放开水啦。啊，佮粉头吼，莫拍无去啦。哦，是安尼，安足滴嘞。这条啦，这条。做商品价值。戴正耀兄弟五人，除了老五在台北开业当兽医，其他四个人全部务农，三弟跟四弟就在这里栽培温室小黄瓜。阮大哥是。伊就是对土卡润，从泥土里面滚出来的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伊去做官，还是例外啊。伊阁当啊做事，迄才是伊原来应该有的角色啊。啊，因为伊做事，啊，知影农民是偌痛苦啦。安尼个真好食啊！戴正耀的四弟戴正彦。原来是德国西门子公司的主任工程师。高雄捷运的现代化定轨系统软体就是他所设计的。
后来，德国的莱茵公司希望能跟西门子合作，争取上海到北京的高铁工程。当时只有戴振燕有这项经验，不过他却选择离开西门子。我嘛真歹势啊！我虽然是协理咧讲，但是我甲表明，这个行为啊，对我来讲是叛国行为啊！所以我无可能会因为吃一粒头路，啊，就来做出叛国的行为。你有听到我们在请你回来吗？没啦，我赶快做煞就紧转来。哦，这条这大条，无老正的呢。哦，这老正的呀。有。哦，老做精细的。这水。吼、哦，这真水掉了。对啊，啊，都家己采集。哇。这是正。讲。这后边也是家己的。物件到我手头拢甲改变。走过美丽岛三十年，戴振耀的政治信仰归属或许还不美丽，还好从泥土里滚出来的他，可以和兄弟们一同回到田里，成为这座美丽岛上踏实的农夫。